为小天地，三角形王国。很久以前，有个三角形王国，宫殿中有一颗美丽的钻石。想要回钻石，就要闯过三关，来魔法城堡拿吧！三角形家族选择了两个本领高强的三角形勇士，等边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去闯关夺回钻石。拼出门上的图形就能闯过第一关，拼不出就回家去吧。怎么才能拼出这个图形呢？好危险呐！拼出空中的图形吧，第二关休想闯关。有什么了不起？嘿，变！没有啊。变！嘿，嘿！哼，算你们走运，第三关休想再通过。站住！想进入魔法城堡，必须拼出我们手中盾牌的图形。我手中的盾牌需要四个相同的图形组合拼成，你敢挑战吗？嘿嘿，变！成功了！你也要用四个相同的图形拼出盾牌的形状，而且要用两种方法。这是一种。这又是一种，怎么样？气死我了！你们竟然找到了！